对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台湾的选手或者有一些教练会很注重，或者是有一个反手的迷失。特杀。对。哦，江安的这个正手对角。哇，再来。刚刚有去做一个中台往前的第二步的补位。嗯。连续三板都有办法去找到起跳点，现在新生代的选手几乎在白短上面几乎平常都没什么在练到呼气。对对，这是进攻挂在网上，冯昱昕的局点直接往同样的一个位置招呼过去。摸双直线的话，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出手的质量跟压力就不会那么重。哇，右安今天的正手，这也是在第一局小安在形成对拉的时候，都是主要盯着彦辰的正手来去做对拉，反手的正位往中路走一点都好哦。是，侧身的对角线。